现在是最大公斤 T 0.95 1.4 2 2.8 4，从4开始比较明显新嘛，5.6 8就是16，再回来4 2.8 2 1.4 到0.95，再来一次，把光圈直接缩小，缩到 F16 F16 再放大回来。注意画面右上角有一些光斑，